我大神，这个影片呢是由伊莎贝尔冠名赞助播出的，要玩就要玩最安全的 ，OK。所以呢，今天如你们标题所见，今天我要来拍一个。因为现在是 MCO 嘛，我们是不能走太远的，唯一可以出去的地方就是医院，还有那些有做手术的一些地方啦。所以呢，今天这个影片呢是非常非常的厉害。平时啊，我自己是一个没什么自信的人，因为我觉得自己很丑啊，长得也不是怎么好看。所以呢，今天这个二诊啊，就是要骗 Miki 跟 Miki 讲我去整容了，看一下他的反应会是如何。等下我就会去 pharmacy 店看一下那边的pharmacy 的工作人员啊，能不能帮我包一个好像刚刚整完型包的那个样子啊，最好是可以放一点红色的东西，看起来更像啊。如果真的很衰的话，那边帮我包不到的话啦，我就回到来叫我妈妈帮我包。而且我想测试一下，我真的是整容了还是怎样啊？她会不会嫌弃我？她会不要我？她会怎样？她会不会鼓励我或者支持我？ Before 我的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记得帮我分享、订阅还有按赞，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然后现在我的 YouTube 我已经开起来个 YouTube 会员了，如果你没有参加去 join 我的 YouTube 会员呢，你们可以定时看到不一样的影片，还有幕后花絮。抽奖的时候啦，你们会有两次机会可以抽奖到那个 iPhone 12。普通没有进我的 YouTube 会员的话，也是可以有机会赢取 iPhone 12的。只是你的名字在那个抽签里面只有一次， YouTube 会员会有两次。现在我的 YouTube 会员有百多个人，所以他们啊是有比较大机会的，但是很难讲。电脑系统我不知道了，所以大家记得去 follow 我的 IG #大神我要 iPhone 12，记得啊 join 我的 YouTube member。所以事不宜迟，现在我要出发去 pharmacy 问一下那边的part time 的那种护士还是医生，问他能不能帮我包扎。如果不能的话，我就自己买回来。所以现在我们要出发去我们的 pharmacy 找一下哪一些是比较有些道具的，因为我有看一些影片啊，他们讲整容会放一些东西，我不懂是什么东西来的。等下我要去找一找，看到等下我找到没有了 ，Let's go。OK，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 pharmacy 店。用哪个比较好？这个就比较 breathable 一点。这两个够吗？包完整一头。应该是够啊，因为一孔是米的、啊。一孔是米的、啊，还有两个是够了。应该是够啦。Okay. 而且这个比较能呼吸。如果你拿着从骨头呼吸。现在我已经成功了，买了那个绷带回家啊，然后我是叫那个美女选给我的，因为她讲那个是比较容易呼吸的，如果包另外一个的话啦，这个应该是我最后一个影片了，就没有的呼吸啊，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啊。所以呢，她就选了一个比较容易呼吸的，然后一捆啊有4个米特，应该够我包整一头啦，因为我不算是很肥的人。 The next day， OK， 大家现在是第二天的早上啊，因为昨天我买了过后啦是没有机会prank 到 Miki。 今天啊我要你帮我做一样东西，因为我一个人包不到啊，我要你把这个纱布包上面，对，好像整容这样子啊！我要骗 Miki 讲我去整容了，看到眼睛啊？不会看到眼睛的啦。那眼睛怎样包呢？这个是这样子的啊，但是感觉看到我头发还你看他比较帅吗？包的还要帅吗？一定要的吗？然后就是包了一层，包到哪里？包了一层啊！我老哎。我说你要包到哪里 ？OK， 可以啊，然后再来一个从上面下来变成下来的啊。跟你扶着要剪刀剪的哦，然后直接换啦，是不是很难嘞？爸爸要这么紧哎，呼吸，我买还好买这可以呼吸的嘞。太紧啊？不会，给大家这个就是我现在的样子。等下呢，我就要等 Miki 起身了，过后因为他现在在冲凉嘛，我没有想到包这个东西可以这么快。OK， 现在我要测试一下我的狗认到没有，汤汤康，汤汤。汤汤，你懂事情吗？汤汤，他好像还认得我，因为他嗅到我的味道，他懂我是谁耶，他应该是嗅到我的味道是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跟你们讲的东西就是哦，我发现到我很然后那个 Miki 用成人很友好，可是我也不懂他怎么样。给大家讲 Miki 刚刚说，他啊，我的梦，宝贝，我问你啊。你会不会不要我？你来先。你会不会不要我？包东西在脸。我去整容来。呀。好了，我弄好。我弄好鼻子和这边。血。好了，我从早上6点就出门，到现在下午了。整容也挺快好的。照片呢？我刚刚弄了。屁啦。真的认真。刚才妈妈已经check好，你看我的棉花那些。对呢。这里不大另外一边。哦。给你一直弄到这里啊，我们
男的女的？女的。哎、欸，弄哪的？不要不要，真的，宝贝，我不是开玩笑啊。你弄哪里？我弄鼻子，还有这边，因为我这边肥嘛，讲没有看到那个骨，我去弄。那你弄这边弄啊？我、哦、这里没有弄，这边还纯粹把这上面有没有弄，上面有没有弄，上面是 OK 的。我是这边跟这边，有一点啊，很辛苦啊，包着。有一点没有肿啊。我包着，你这样看到我肿。会肿的，你的脸会这样子肿。你做过没？做过啊。我跟你讲，看跟现实不一样啊。我现在真的是做了的，我只是想问你吧。为什么？你会不会因为我弄了不要我？那你弄了过后失败哦。所以是看上不失败啊。如果我弄了失败了哎。你摸骨还可以摸好了接回家，有疤，不用住院啊。有疤在这边，他讲等下我叫回去啊，我讲我回去跟我女朋友交代一声先，因为我没有跟他交代到。好，哇！你这么逼啊，我弄得很痛的嘞。屁啦！宝贝，不是开玩笑啊。护士包的，包得很美一下哦。这也不相信我，我真的是有弄，不要摸，很痛。OK， 跟我一直笑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我很不受尊重，是你觉得我很丑是吗？是不是很丑？没有啊。你跟我一直笑，你以为你绑牙很好看啊？哈，绑那个牙齿好，颜色牙齿好好拿去绑。我都忍着不要笑这么多个月啊！你现在我这样子，你笑我啊？我跟你讲，我对你很失望啊。绑绑绑，丑的要死。真的吗？什么真的呢？我不要动啊！我现在真的是弄了啊，因为你平时讲我很丑。我没有讲到丑这个字哦。你讲可以更完美，我就问你怎样完美？你叫我最快的方法是要投胎，最快的方法是要投胎，投胎。是，你是不是有曾经嫌过我丑很？但是我弄了过后，如果真的不好看，你还会爱我吗？逗你笑。你帅啊你！这样子叫帅啊？我都没有好，你很敷衍我咯。这边有疤嘞，我刚打了，你都没有什么很痛的感觉。可是我不是喊了一声啊，哇！别这么娘花这个钱，投胎比较快。娘嘛，投胎比较快。宝贝，你很帅，我就是看到你很帅才跟你在一起，这么娘很高。你讲什么我听不到吗？因为我耳朵包着了啊，我听不到很清楚。你讲什么？你可以讲多一次吗？我讲。啊。你跟我讲，我讲你很帅、啊，我才跟你在一起。啊、你现在怎了？我不想要跟你在一起了。这样分手啊？因为我觉得我好了过后很帅了，可以找到更好了。哦、你好了过后再找搞在一起。我就只能说他不相信我，他打我。不要打我，等下伤了鼻子。真的，我弄鼻子了。是没？真的。知道吗？高了很多啊，高了。你没有事情啊？你做这个东西啦，是想问一下你，如果有一天啊，我真的这样做啊，你会不会因为样子而不要我？讲讲嘞。啊？修复期还是整完过后的样子？如果我整到失败了啦，因为我真的想测试啊，但是你失败是这样子的失败法，这样子鼻子歪了还是眼睛？你歪了什么？底下什么？OK， 如果我的脸歪了，鼻子歪了，你的脸歪了，我就不了。你会爱还会爱我吗？会啊。然后我问妈咪，如果我真的整容，妈咪会不会变？我想不会，但是我没有想到你是吓我。因为是假的吗？为什么你的眼睛肿了的？爸爸够我了，不用给聊了。OK， 所以今天的测试影片哦，是好像有点小失败是吗？因为你懂啊，不是小失败，是宝贝整容出来的样子不是这样子的。你要弄你就弄全套，你就化妆化在这边红红，是啦，放一点青色，讲的咯，黑青这样更真吗？你这样子我根本就知道是假的，因为我有看过整容出来的人的样子是这样啊。不用紧，宝贝，大家，我们现在哦要做下一个二诊，我过后我们要叫 Mickey 哦拍一集。他的妈妈的就是讲你整容你的 channel 是不定时上影片的，我觉得你不要浪费这个款待放在我这边。你笑我摸 OK， 大家如果你们喜欢这集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分享订阅和按赞，还记得去订阅 Mickey 的 channel， 因为他没有什么上影片的，所以你们订不订阅也不用紧。然后我们如果你们想讲完你讲完牙齿疼
如果你们想看 Mickey prank 他的家人的话啊，想整容的话啊，记得点赞这个影片，然后我们就会在我的圈呢放 ，OK。Mickey 的圈呢是做优质的东西啊，这种东西哦 prank 啊，让我来，坏人我做，你去做你的优质 YouTuber，OK、okay?。没问题。请大家继续支持马来西亚优质 YouTuber。OK，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